早上好，今天是12月10号了，今天星期一。然后因为我们冰箱还是坏掉，所以所有的食物都在窗户外面。但是今天外面的温度也不是很低，所以有一些已经化掉了。不想浪费这么多食材，看哪些可以用的先把它用掉。冰激凌是肯定是坏掉喽，只能扔掉了，好可惜。这个的话是冰冻的水果，所以都全部已经解冻了。外面没有温度那么低了，所以现在把它做一个 smoothie 用掉。看，这是刚打好的 smoothie，因为家里也没有牛奶，所以打出来的好浓稠啊，就是用那个冰激凌还有那个冻的水果。今天的早饭。那现在呢，来拆一下10号的乐高日历。哎呀！哦，10号的是什么？好像是一个滑雪场哎，一个建筑。所以其实是一个体育场，这中间这是什么球呀？所以把它摆这两边，no idea。哎，这个狗可不能在公路上走，狗在这儿吧。今天我们来逛 Target，来最后买一下关于圣诞节的礼物、东西等等。哇塞，这些巧克力也太诱人了吧！That looks good。然后还有这个，这个好大一颗呀！这个里面是一个大的吗？还是好几个小的？Is this a whole big one 吗？No way。Looks like it。No, it's plastic ball。哦，里面应该有好几个小包装，不然这一个吃到什么时候？终于找到我们要放在树顶上的小星星嘞！这个是金色的，然后带闪的，然后有的只是一个小星星，银色的，然后上面还有小天使。这一些全部都是 ornaments，就是小的挂在圣诞树上的东西。This is cute. Santa. 那现在到家了，在等晚饭的同时呢，我想做一个碧根果的一个甜点。这个英文名字叫 Candy 的 Pecan。然后碧根果呢，就是这种。这种碧根果，我买的是这种散装的，因为会便宜一点。因为如果你直接买它已经做好的，就是外面裹一层糖的会非常贵，所以我买的是散装。其实我刚才在看他的视频，然后根据他的食谱来做。食谱在这儿，所以呢，这个呢就是要用到的一个 pure vanilla extract，就是说一个香草精。然后还需要用到的就是 light brown sugar，就是红糖。那这里面呢是一杯红糖，1/4 teaspoon cinnamon，就是这个肉桂粉，以及1/4 teaspoon 的盐。把它倒到小锅里，加水。加水的话是 3 tablespoon。然后要中火，把火打开。冒泡了以后呢，就把你的地根倒进去。等它的糖浆变得很浓稠的时候，把它倒出来。分离一下，要不然它们都粘块了，凝结成一起了。先尝一个好不好吃？success。咦，今天圣诞树下多了好多礼物呢。难道圣诞老人提前来过了吗？
其实好多是我今天下午包的啦，然后因为有一些是送给比如说公婆的还有亲戚朋友的，我们就先都放到圣诞树下。那今天还买了一些小的包装袋，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就可以放糖果小礼物，然后这些是我准备给这个Beau姐姐家的小孩的，他们家有三个非常可爱的孩子，现在我要开始包礼物了。今天睡觉前呢，我打算做一个面膜，那今天用的是这个 Glam Glow 黑泥面膜，因为看又要开始冒痘了，因为总是在熬夜剪视频，所以先洗把脸。然后这个 Fresh 家的这个 Soy Face Cleanser 是我经常用的一个洗面奶，因为它也有卸妆的功能，又很温和，我觉得很舒服。然后大家都说这个洗脸仪洗得很干净嘛，其实我觉得还挺好，确实我觉得对我更重要的是一种按摩的功效，就觉得把脸上滑滑的弄得很舒服，因为它其实是一种震动，然后帮你清洁，而且这个充一次电能坚持好长时间呀，我感觉我上一次充电应该是在一年前吧，当然我也不是天天用，早上起来我是没有时间用这个的，只有晚上的时候才会用，大概一次的用量，可以再多一点，因为我感觉今天脸上比较脏。那这个呢，其实也是 Glam Glow 之前买面膜的时候送的一个小刷子，我觉得还挺好用的，然后把它刷到脸上。那现在大概等5到10分钟，等它干一下，干掉就可以洗掉了。现在基本上已经全部干掉了，不能做动作哎，看会起皱纹，看看这里的皱纹，现在把它洗掉了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，谢谢你们的收看，现在马上要开始剪视频，然后希望今天能够早点上床睡觉，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充实的一天，谢谢收看，明天见啦， See you tomorrow, bye!